我能切红，别挂来边也真不假。今年祝你山顶海边夜夜青春。老公公，连江下关可以直退吗？这个浙江可以，可以，来来来来。这个是阿帝王爷上来给妹妹做。连烂娃娃，内部成笑。这个是阿何国公上来给的鬼。这个是阿赤大将军上来的电报。公公，何德宝，何德宝啊！老公公，我等告辞了。啊，日王亲，请，请。
这是赐将功的来历。啊，赐将功也上来历，他不是登堂客说拉着万岁册封之事，怎么也上来历这来？想必是他写通了，莫非是何亲给伊？他上何等来咩？哦，只是一阿伯报。也亲同一只腿。如今金香艳艳，此刻乃顶中的动静，不见也就罢了。起早万岁，想到皇恩之心不可忘，乍听破敲之后，请听人来报，此杨春信望万岁，刻薄谢恩，绝世不恭啊！顶你风头的故宫，伊也系无错。难道要高家的江山给他，他才不枉安我？在难在民，不在心，此敌不，方是气急其为何？神仙之言不错，万岁不可不死。中计，爱听读册求好，顶则死
明日你的白青是谁？母亲，你若说我糊涂了，人只是相互出金，谁家不知，哪家会不懂？非呀非呀，你母亲今日正是为点此事而来。母亲，请坐。太人只抱着上帝将母亲引流，母亲正是为了人只进京，不能分离，不出定真心欢呼之态。不不不，你母亲今日你任何丝毫都清楚，这点都不糊涂。能子，你坐下，太为某对你说来吧。爹爹，不是亲。